观众朋友们，欢迎下午的2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一下哦，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提到的几只股票，在个股的部分呢，今天包括了东元，包括了全台，包括了高丽，还有宜特，在今天全部都在创高了，尤其是东元，这个数字也蛮惊人的哈，对，25年来新高对。哇，这么厉害！我看今天加权指数是上涨160点了。我们今天专家呢，赶快跟大家讲要怎么做到这么厉害。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恩分析师，欢迎您。好的，那么基本上我们今天会着重在一些所谓的教学啊，因为现在呢，每一个投资朋友心中就只有干一个字，他妈的怎么涨这么样的快？对啊，甚至呢，今天根本来不及，甚至今天呢，有很多法人投资朋友还问我一个事情啊，谢老师，日本跌了500多点，好，台股怎么这么强？因为老师今天穿赛车服。好。好，我还是老话一句，是没有自己的朋友，我讲话都不会客气，我直接三字经骂出来。我说你在做日股吗？你们很奇怪，我在讲第三个笑话。今天早上的时候呢，有一个投资朋友打电话来谢谢我，谢老师，我昨天 NVIDIA 买完之后赚3块美金。哇，啊，好了，等于说你们现在已经乱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问你，你看韩国股市干嘛？你看中国大陆股市干嘛？你看日股干嘛？你又没在做那一些股票，你来市场上，你的目的是为了赚钱。那你说要怎么赚？好啊，你要做美股，我跟你 NVIDIA， 甚至我今天被私案强迫，我连 Advanced Micro Device 我都要解，就 AMD 嘛，就超微，连超微我在解。啊，好了，美股就对了啦。好了，开始慢慢教学了。好，基本上很多人问我说，谢老师啊，我跟你上课，我到底能够学到什么样的玩具？来，再看一遍喽。这是昨天呢，我们在非凡新闻台盘中的连线，我们跟大家预告，我说 NVIDIA 它的多方价都在383.79，是昨天 NVIDIA 最低的低点381块，所以说它是穿价成交，收盘收386块钱，所以说今天早上的那一个李先生，因为他只做美股，他只做美股，他肯感谢我，他赚了三块美金，好，那小事哦，等于说呢。你今天上完我的一个所谓课程，不管包括 Philadelphia Index， 不管包括1663，不管包括217，不管包括383.79，你全部都会算，还包括昨天我所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 AC。那又回到一个原点啊，你要怎么样在99个礼拜？我们讲100个礼拜比较顺好，我们怎么样在100个礼拜呢？你20万的资金一口气暴增到1600万，基本上呢。我们今天哦，不管做股票，不管做期货，你好像是在悬崖当中走钢索，你不要给我犯错。老师，你攻击那攻给，我讲坦白的哈，我的操作还不够很积极，还不够狠，我就已经可能创造出20万变成1600万。我的会员有的傻到他直接拿软体拿传真稿出来做，他20万的资金现在变3000多万的，我们都做到的，看清楚哦。上上礼拜绩效不用讲了哈，上个礼拜绩效也不用讲了哈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每一个礼拜都全胜？又回到一个逻辑的，你要了解人家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建构在价格的观念，包括周线、月线框架，包括一个标标准准的多空主力心态。好，我举例哦，我直接跳这个礼拜，我直接跳这一个礼拜，这一个礼拜一哦。那么这一个礼拜一叫做6月5号，6月5号它跟上个礼拜五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上个礼拜有大盘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多，所以说它从 AM 盘一口气涨。到一个所谓 PM 盘，结果来到礼拜一的时候，大盘主力心态它是一个由多转为一个所谓空。可是那时候我很清楚的告诉我的会员，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双边解套写起来。我们之前有赠送大家股市操作 SOP， 还没索取的记得电话把它拨通，双边解套学起来。所以说我569的多单，因为等于说呢，我的多单我是从172，我从172、16、172，因为结算的关系嘛，结算完之后，我从16、172买到16569，我会害怕，会害怕。所以说，利用急涨的时候，我出在740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出740。可是出完740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在思汉的节目？哦，所以说你们说没有啦，有时候说你不要怪我那么激动，看我都跟你们讲了。晶晶来照晶一下晶晶的脸色，当天晶晶还笑说赚一点。没错吧？穿加一点，对，穿加一点，而且当天收盘收681，我赚一点哦。是，我如果没有任何的把握，我会在节目当中跟你讲我买680吗？我如果没有任何的把握，我会告诉你我东元照三餐买吗？老师想大便啊，照三餐，因为吃太饱，对。
实在棒，消化很好。他又是要找到一首歌。不是老师，那你说这样东远，如果是他天天挂着，如果天天看着他涨，但是就没买到呢？完全不想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掉的也可以。我们自己听。找到了，也叫也可以，哎，这有这首歌，真的真的。哦，你们实在是，我很想拿手机查你们。你们没好好，我再你们东野来处理哦。对，你没爱到没有关系。如果说你跑去放空他的话，我真的要表演吞手机了。然后顺便连这首歌什么也可以，我一起吞进去。大家留言有放空的人，赶快留言快。我想看老师吞手机。怎么会怎么会哈？老师最近感触很多耶，你最近怎么了？没有啦，因为太多人打电话给你了。因为很多人靠腰说他们不敢买，不敢做，真的多帮绑手机啊，没跌破，你在怕乌龟怕铁锤哦。因为大家今天看他这样涨涨涨，就会觉得说，哎，我有钱我也不敢，我怕他什么时候突然崩了这样，或是。就是因为急涨急跌嘛。等一下，晶晶，我可以播几秒啊？好，你可以继续播下去。哦，自己当背景音乐好了。好。这这也能起也可以。等一下，观众朋友一直叫我帮忙问问题，看。我真的会被你们气。好，来继续。哎，晶晶，巴黎在这边。对。不是巴黎哦，不是 Paris， 是巴黎在这边。敢买吗？六八零敢买吗？敢买吗？我这边哈，我这边我先卖。卖完之后差四十点，我把它买回来，买回来好。结果呢，买回来当天哈，哎哎，晶晶，当天很恐怖，对不对？我们给你预告收盘小 AC， 可是 good for 不哦。结果好，这一口多单呢，哎，我一买很高嘞，我买六八零嘞，我从一七二没有。老师，你为什么那么敢？那我先问你哦，我为什么我东元赚四倍？哦，讲到我手会发抖。我为什么三零三八的全台，我至少赚六次涨停板以上？我就是堆堆乐嘛，你们今天不懂得什么叫乘胜追击吗？俄国跟乌克兰在打战，现在乌克兰赢面比较大，他就乘胜追击嘛，机枪开的当当当当当当当，你们为什么错失这么好赚钱的机会？真的，好，还没完哦，晶晶，这昨天筹码带好像哦，一个肚子痛啊。昨天不跟你们预告，我还在加码买，我从680买到713，哎，昨天震荡这么大，我继续买，到今天又赚了193点，还没完还没完。昨天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 AC 吧，结果就是因为收盘大于 AC， 从昨天的 AN 盘到 PN 盘，我全部做多。还没完，还有今天，还有今天。啊，你穿裤子干嘛？没有，你也吓到了，搞一下，对，觉得有点恐怖。看到没？今天9:50。从172，我五笔多单，我懒得抠了，直接画172到680啊，哦，好像你家电话号码172到680，180多单全部去报，是，然后4386785735要让会员知道嘛，所以说806到798还有739，我们分批加嘛，结果打叉叉没中，10:55你还在放空，看，你还在放空，我还在做多，啊，多听歌啦，好了，解盘，解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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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继续。来继续哦，哎，解 NVIDIA 解习惯之后会想一直解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哦，好，真的 NVIDIA 多空防守价哈，哦，是。那我个人认为啦，来，因为我先把我明天要重播带我先讲出来了啊，有没有？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 loop。我问你哦，主力他知不知道今天台湾会大涨，日本会大跌？不知道。一定知道。知道哦。对，那台湾的大涨到底美国他是老大？还是台湾老大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哦，NVIDIA 昨天图看起来烂烂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打赌一件事情，台湾的大涨会导致于 NVIDIA 大涨，NVIDIA 大涨会导致于明天台指期货又跳空开高，哦，它是一个 loop。 老师继续讲下去 啊，开高走低，开高走高，看我要看一下明天主力心态好不好，我要看一下明天主力心态好不好，你懂意思吧？我先把 loop 讲得很清楚，那简而言之，麻烦你们不是在推销思汉的节目，麻烦你们非凡新闻台每天看清楚好不好，我说多头格局我只看支撑，反正只要支撑跌破你继续放空什么2402一家那些股票就对了，那没有跌破之前你是做多，这句话要讲多久了？好，讲完开始，讲完了哦，我今天不会浪费大家很多时间，因为我要回答刚刚晶晶所问的很重要的问题。是，你现在满手现金，你现在满手空单，到底该怎么看？好，基本上哈，我在，所以说，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这都是我每天扎扎实实我的一二水扣讯，而且还忘了贴 PM 盘的 PM 盘一样赚的，每天扎扎实实的扣讯。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咖，你也想呢
二十万的资金在一百个礼拜变成一千六百万。我说过的，你就不要让我谢文恩运气这么好。你想想看呐、啊，我就举个例子好了。其实有一些我的会员都慢慢发现说，小时你的非凡新闻台不是商业台哦，新闻台的连线好像已经变成全时段里面最长的。我请问各位哈、哦，你在看非凡新闻台盘中连线的时候，每一个投顾老师都在介绍股票，有些投顾老师是在帮主力出货。你能看到有投顾老师在跟你讲 Philadelphia Index 吗？你会看到有投顾老师跟你讲 Nvidia 吗？你会看到有投顾老师跟你讲 Advanced Micro Device 吗？你要先看得懂大盘，我在强调大盘摆中间，个股摆旁边，我也想放空啊，干我放空起来，我告诉你啊，更是凶狠啊，我放空起来，我有本事让那家公司下市、啊、因为我就是主力吧，随便。所以说哈，跟着我操作，讯息您忘记拎杯，我是你家的狗，我只是你家的狗，你家的蟑螂，你家的老鼠而已。讯息跟得上的，我们什么一加二世界无敌放大版优惠专案，好好把握，真的好好把握，好好把握。好，我们电话号码023939398。好，那股票的部分的话，中金店赚了1.4倍，然后二十五期的飞鸿我们也赚了将近有2倍之多。那么重点来了，我为什么我最近一直 focus 在动物园？你要去想嘛，我也告诉大家。我对1513中心店我已经没兴趣了。我对2457的一个所谓飞鸿，如果你不是买在75.7的，我说我也没兴趣了。我说我只对1504东元有兴趣。好，来，今天我们慢慢看一下啊、哦。3月10号的那一天哈、哦，我跟晶晶连线的时候，我说 No is better。很多人说谢老师你的英文发音不标准，啊，我也不在乎。好，我也不在乎，就好像很多人说谢老师你是靠你的长相在收会员，这个我认同。好，这个我可以接受，我真的我可以接受。今天你什么股市 OK 啊，好 OK 哦，啊，等一下会签名照，要签哪里？要签哪里？签弟弟脸上，签弟弟脸上，对对。你说我靠长相去收会员，我可以接受，这我可以接受。是，可是你说我英文不够好，好，所以说呢，你不参加我会员，我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们来市场上，我们是为了赚钱。好，问你哦，当天的节目当中。麻烦你去调重播带，如果没有，我头剁下来给你当一起做。我们告诉你，我买动物园，当时呢，我买在34.9，而且动物园那时候是往下杀，可能很多都小失啊。动物园哈、哦，从十几块涨上来，再一遍，我航运类股 ，Bobo 帮我作证，我赚了600多只涨停板。我阳明，我买13块钱，可是问题我长荣我买31块，我当年买31块的长荣，你笑我是笨蛋，结果后来涨到200多块。那同样1504东元，我没有告诉你我买23块哦，我是买在34块5，就到今天我们数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涨停板。好，然后中间呢，我们也连续的加码买进来，直接跳这边绩效比较快。好，直接跳这边绩效比较快，34.5买，34.7买，36.5买，38.4买，37.6买，40块买，40.6买，41.5买。所以说我的总平均成本是落在37.9。为什么航运类股我可以赚600多只涨停板？因为长荣、阳明、万海还有2636台华，我全买。还记得那一段哦，还记得那段快乐日子吧？那我只是把中心店，我只是把飞鸿赚两倍的模式，我再一次复制在1504东元身上。好，我们先算第一批哦，第一批，我总共到今天五七块五，所以说一张我赚19.6。那我的会员不是每个都很有钱呐、啊？你跟着我的 call 讯，我讲坦白的，1504的动物园总比你的6416瑞奇店好吧？你进得去出不来。啊，我这个股票，你买东元，你买一张，你买10张，你买1000张，你都下得了车。好，所以说我先赚156万，156万各买10张哦，各买10，你就156万哦。你不是要跟我讲说你要换宾士吗？你们争气一点呐、啊，宾士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导播，敢不能把那棚子掀开啊？我车就停在外面，他妈的，我车子还有看到，还专属停车位，专属停车位，你棚子掀开，他妈的一台蓝宝坚尼在外面。我没有欠钱啦，我是来做功德的啦。全台湾你能找到股票不用这有啊，有东元的投顾老师满山满谷啊。然后呢，他们也有什么麦达特，他每一只都买有。
那还有什么？他们还有什么？那个网通题材，不然就是什么正文、不然就是什么字冠，每一只都马有，大禹之都马有，不然生技股都有，我都没有，我是这样做的。嗯，好，开始喽，徐老师啊，从34到41.5，干涨很多了。是，大家来看谁更凶哦，49.1。七米多单哦，看你看到没？七米多单哦，是没盖牌哦，49.1再买，49.1买完之后50.9再买，再买，对，50.9买完之后51.7再买，51.7买完之后开始报名牌来，这今天早上非凡大头条，台积电股东会报名牌，先进封测还有绿箭，结果呢？今天早上的时候，非凡的主播他打电话进来问我，嗯，谢老师。先进封装3711的日月头，他知道、日干月嘛、那绿电到底是谁？我只给他讲1504东元，他说凭什么东元？好，来看一下，来你看着我就好了，因为这都是我自己才，我每天在教各位的。我说节能等于减碳。第二个，东元的永磁电动车马达有台湾的订单、印度的订单、美国的热水订单。第三个，它的节能马达除了是用在冷气之外，也用在页岩油油气的热水开发。更重要重点，波波，我说东元是伺服器概念股，我讲几百遍了。嗯，那3231伟创涨什么？涨组装吗？看组装谁要做组装啊？伺服器。好，开始喽，继续。好吧，念给你听好了。嗯，今天的日子好像叫6月7号嘛。对，6月7号嘛，1514东元，嗯，空手的再买，再买耶，还没完还没完，对，好，如果没成交，懂吗？56.2中，中，有中，然后呢，全台3078，3038全台37.8，我有乔威吗？没有，我有全台，来有没有成交？来，有没有成交？有没有成交？37.4，来几点几分？10:11，全部成交。嗯啦啦啦啦啦，也可以啊！我都摇头了。好了，刚刚讲高利啊，高利随便啦、啊，高利随便，你就跳快一点啦、啊，跳快一点，因为我今天等下想去大便、啊。干老师，你很不尊重来宾呢、欸，不是不尊重来宾，我尊重你们干嘛啦？我连主持人都没在尊重，我在尊重你们了。你们要赚钱，我求求你们好不好？难道买宾士只是你们的梦想？你们有点骨气好不好啦？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能跟我一模一样？我的朋友要跟我借车，我说你要悍马车，你要宾士，还是要 Lamborghini， 甚至法拉利拿去，而且啊，这种赚坏怎么办？赚坏就算了嘛，而且我没有交情，啊，钱再赚就有了，啊，你为什么都赚不到？我高利我也没盖牌，我生日那一天我送你高利2618长荣行，今天最高286了啊，直接跳绩效比较快，高利至少获利170块，170块，而且是连续加码哦，没有没有，晶晶我要强调一件事情了。买一次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，真的。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，嗯，我为什么要通源一直买？如果我每天不买通源，你们早就把它卖光光了啊！是涨这么多了，那涨那么多，然后呢非，然后呢东升，我不讲非凡，东升财经台你要介绍我们什么强势股一追，结果呢把我通源赚的钱全部输在那一只了。他报哪一只？没有啊，真的不能乱听啦，答案是这样啊。有啊，很多投顾老师那时候上个礼拜追威刚啊，因为威刚涨停板啊，就威刚从此之后再也没高点 啊，没回来过。那前天有很多投顾老师跑去追玉金光啊，跑去追2402亿佳啊，就从此之后再也没高点了、啊。啊，他们敢讲吗？下面没鸟当然不敢讲啊，也不用管他们鸟了啊，连猫都看不下去了。好，长荣行，你看威旺长荣行，长荣行6日涨停板哦，你看我绩效多到、很多人说谢老师你讲慢一点，我慢个屁呀、啊，讲不完。好，来，没有，我今天教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床上六只的，好，还有全台，你看呐、啊，全都我的股票了，看不下去，今天喷的都是，每天喷的都是，不是今天喷的都是，全台砍，我说哈、哦，2457的飞鸿，我有一点疑虑，因为他妈的连1503四电、2308台达电、2301的光宝哥，每一个人都在做充电桩，可是充电桩我在前天跟大家描述，我说你们看台达电最新的充电桩，它上面有个萤幕，谁做的？我跟你讲说，就是全台，你们不懂。有记起来。甲痛药了。心痛。好，三次了，好，来继续，看这么多绩效，好，康叔两张怎么样？好，开始了，好，开始了。
现在哈，你们除了哎还没讲完哦，还没讲完哈，关键报告哈，关键报告，嗯，都有索取对不对？是，我关键报告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哇，第一支啊，怡特分钟去了，就不用讲了，怡特，因为它没有库存。好，我给大家基本面来再变哦，3038全台，嗯，充电桩的砍入式萤幕。好，萤幕1504的一个属于东元，我说我都换冷气了，我虽然不是换东元，我不会换这么便宜的啦，是，可是他我们公司换成东元，好，节能马达，节能背起来，背起来哈，8996的高利，燃料电池或静默式散热，现在散热很夯，因为伺服器的液水因子，81的明基材，它是一材相关概念个股，来创新高，创新高，创新高，你索取一个礼拜喽，你索取一个礼拜喽，好，来教学。谢老师啊，啊指数涨很多了，那啊以前哈，我们老一辈的哈讲的干话说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。好，来第一个哈，我先问大家一个逻辑哈，嗯，你们有没有在做期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啊！指数涨多干你屁事啊！你们没有吗？你们以前教我说大盘摆旁边，个股摆中间，现在你们反而把大盘摆中间，个股摆旁边，很矛盾。第二个，你换个操作 SOP。我的课程内容表还没索取的电话号码写起来，你一定要索取。我举例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我用两招。其实呢，我的会员、我的学员，我们都用两招来。第一招，昨天全新下杀，我买全新，结果呢，买哎，昨天全新快打到跌停板了，打到跌停板了，打到跌停板了。结果全新到今天，我赚了9块钱，好一档哦。嗯，第二档来6282的康舒，昨天下杀我买，我不要买最低哦，我没有买最低哦，嗯，我买在48.6，最低好像是47块钱啊。可是当它弹起来的时候，我告诉我的会员，我说我看不懂，所以说我把它出掉。江湖险恶，不对就撤，利用急杀买进，利用急杀到多方的防守价买进。那么这是昨天的 call 讯号，今天还记不记得3038全台再创新高，什么价格分泌加码，好，等一下再慢慢看哦。好，这是第一招，先学起来哦，利用急杀站在买方，因为金金哦当主播他很忙，他在准备准备新闻稿，好，准备抄我的金句的，真的江湖险恶，不对就撤。导播照着我脸翻白脸怎么弄啊？太多人都不记得这个啦，老师提醒多少次了，是不是啊？歌曲也记不熟，歌也不会唱啊，这样股票怎么做的好啊？就一样，所以说利用急杀买进嘛。可是问题，我昨天我把康叔出掉，因为我看不懂嘛，看不懂最大嘛。看我用急杀，哦，很生气，我用急杀买，我出掉我还赚1块钱呢，欸。好，第二招，一看回撤日线关键价，好，学起来哟，哦，来看一遍哦，全台。来，再看一遍哦！来，再看一遍。来，昨天过去康叔看不懂，这边出场，3038全台盖起来，分别加码。好，来再看昨天哦。哎，那个哎，康叔看不懂，哎，这边出掉，然后3038全台37.2、36.7分别加码。好，回答先回答学员的问题，会员的问题了。嗯，谢老师，我要挂37.2，还挂36.7，两个都挂。对啊，两个都挂，因为我用逗点，因为现在波动很大。好，是来你看哦，昨天全台先低点破低，昨天。高点过高，嗯，所有的学员，我有没有教过你们盘中多空转换技巧？如果你说老师，可是我真的没有时间算，我们有一个很白痴的软体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那个软体很白痴的，怎么会有用我的软体？我自己搞不清楚，你知道吗？可是问题，非凡用的很爽，好用啊！我说看怎么会那么准呐，啊？就像非凡跟我讲说，哎，谢老师啊，为什么主力现在持平？我说你们想想看嘛，外资买了2000多亿，嗯。我左手我买了2000多亿的台股，我右手期货做多，哦，我脑袋有洞哦。啊，如果 NVIDIA 跌破多方防守价 ，AMD 跌破多方防守价，那不是要崩盘？嗯，哦，有个很白痴的软体啊，你们自己去下载，你们去下载，反正我们现在好像有什么试用版、什么免费版，随便鸟蛋乌龟版的，啊。有一个很白痴的软体，它会画一条线，我今天忘了 demo 了，我不过明天 demo 画一条线，跟你预测。3038全台支撑多在37.2，好，我昨天37.2我再买，结果到今天我赚了5%咯，赚了5%咯，好，那继续有，哦，继续再学一招，这是今天的 call 讯哦，今天 call 10点11分，东元空手者，因为我也不敢再叫会员继续买了，可是我不要空手者哦，你昨天入会的
恭喜你，你今天赚了6%，是你100万，我已经帮你会费 double 给赚回来，看清楚哦。1504东元56.2，还有55.2，因为我还是老外剧。现在不管你，就好像你看到我今天早上台指期货扣讯，我是扣散单，因为我哪知道台湾会不会跟日本一样突如其来杀500点？哦，因为我是主，没有，我是不是主力啦？我是老大。可是下面呢，那群猫有些比较不乖，它会偷跑。我哪知道它会突如其来杀500点？所以说我会挂散单。所以刚才看我期货，我挂散单。那同样今天在东元的部分的话，我是挂56.2还55.2？55.2没成交，没成交。那56.2有没有成交？来，我们把它拉开哦，拉开，拉开，拉开，来，有没有成交？有成交，有。好，这个文英，我刚刚还跟晶晶举例，我客人有教哦，从50块涨到100块，你要怎么样去找这个买点？找这个买点，好，这叫盘中多空转换技巧。好，所以成交。然后呢，3038全台38.8，再加码买，好，来来来，买到最低37.4，就收39.2，这个赚1.3块，这个赚1.4块，啊，两个加起来刚好赚6%。嗯，简单吧？要观望吗 ？No， 再一遍哦。你们观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们认为涨太多了，太多，对对，真的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去预设那个立场？立场是要给预设来做。嗯，听好不？嗯，我工商想啊，我工商，我哥预设的人才会有立场，立场要给预设的人才会有立场，立场要给有预设的来做，是这样子吗？预设立场，对，你们又没做期货。你们也不敢做期货，然后股票看东元涨了4倍，你们说我要上节目哦，我有时觉得我上节目干嘛？我光收续约，我收到爆炸了，好不好？我干这，打波跳着腿给刀，穿军裤好不好？穿军裤哦，连续上民视，他们说你来人来就好。三立活动已经不跑通告了，除了因为非凡是电话连线，如果非凡说谢老师啊，我们收视率真的太高了，你来的话，搞不好收视率更高的话，肯定被个请安内了，不能穿这样子哦，可以，而且都不用换的哦，都不用换啊，干嘛换？干嘛换呢、啊？会员能够赚钱，我头发不理，我内裤不换都无所谓，我为我的衣食父母站到最后一兵一卒，为荣耀而战。你跟着老师还闹在那边、啊、不排除回档修正、啊、每天不排除我的东元赚了4倍，兄弟姐妹们，我的2618长荣行6只涨停板，而且我们告诉过各位，我说指数涨越高你要买越大只的股票，嗯，连全台的股本都要50亿了、啊、你再强调一下，你昨天早上办好入会手续的哈，我们先爽2455的全新赚了9块钱，爽完全新之后呢，我们赚了康叔赚了1块钱，好，赚了1块钱，这是昨天办好入会手续的哦，所以9+1=10块钱。那么你今天早上办好入会手续的，好，今天早上办好入会手哦，不止哦，哎，9+1，对，九，哎，康叔赚1块钱嘛，然后那个全，哎，那康叔赚1块钱，然后哪一次赚的我忘记了，对不起哦，全台赚9块钱，所以赚10块钱。那么你在今天早上你才傻傻办好入会手续的，你可能全台没赚到，可是我今天给你的讯息，你又赚了6%。我没有啦，很多人一直在强调说谁是市场上最准的啦。我只相信一件事情啦、啊、去预测才是准，其他在没有市场上95%都是输家，就像晶晶长那么漂亮，你可能晶晶每一个头部老师都嫁吗？不可能嘛，你只会嫁一个最好的嘛。嗯，啊，晶晶要找一个能预测的老师，要不找一个普龙宫啊，怎样考，还想去博流玩，还想去出国，不笑死人。嗯，谁最准的你们自己知道了，反正我讲坦白，我是很讨厌上节目啊，可是因为看到晶晶又觉得啊，觉得又蛮投缘的啊，没有在一起真的是蛮可惜的。老公看了这一集不知道会马上说，不会啊，马上说让贤，可是又觉得晶晶的年纪又稍微长又不太好，真的是啊，嫌我太老对不对？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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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有老的价值哦，老的价值就是老油条嘛，是吧？没有老中医啦，油条在这边，谁是市场上最准的？我只能这样讲哦。自由配啦，一家生意放大版啦。我还是强调一件事情，涨多那不是借口 ，enhance your knowledge。
强化你的专业知识，你未来就能够发大财。真的，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，02-2392-3988，我很爱你们，可是爱不到你们，你们爱不到东元，很可惜，拜拜。还有机会啦，对不对，老师？明天继续买啊！好，还有机会哦。你连全台继续买，你不敢哦，不敢跟我操作就对了。好，赶快跟对专家。明天下午的2点钟，请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，我们再会了，拜拜。